这张图打夜战也是挺神奇的。经常都不会把我的夜视仪关掉，然后发现有时候90A 跟那个 UK 他们会关灯，然后就发现傻傻的这样。我玩那个9.7的场的时候也是，有时候会遇到库马，他的灯也超亮。这场都没有美国啊 ，A1 HC 也有灯。是这 A6 打不死 OK， 压压吗？我来了 AI 死了！我靠飞！从玩完了瑞典的90105之后，除了热成像不适应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就连日本车我都觉得它的俯仰角好差哦。是正常，因为你日本要用那个压线吊坠。是啊，可是瑞典那个真的太香了，发到30。救了你耶，老兄！我救了你，你该感谢我吧？等一下，我去帮你解决那个该死的家伙。Nice。然后我把那个2A6去打那个，感觉就是 B 点上面的东西。我们这边在打大战。卖照，卖照。Nice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就冲过去把人都杀光了？谁叫他们要打，把我打秃的？九点给我好不好？这里好多只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九点给我好不好？好你是想出核弹是不是？没有、啊。还是我们这场就捡精华？没那么狂。欢迎 HOS。 那跑快，快点死了！啊，死了！然后就给 C 点，一点被他们清了。然后刚刚本来只是想追那台快救他去，然后就一路冲过来。没有，你那个气势看起来是想要他全家。是是是，老师就这样。Les forces alliées ont pris une zone.
maintenant la pression. La victoire est presque à nous.跑得够 快，我趁他这个就蹭一下。OK， 你要来蹭，我就可以优先往前。那边其实快没人了。补个助攻。七杀两助攻，一个那个，你差多少分？我才1900而已。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来，帮你回进来解决。这边是1234。我要这个就是九九七哦。Brandley 有可能，有可能 Brandley 或者是那个，或者那个叫啥的风暴，风暴听起来是啊，变偏，就是打两颗也够。我送头。好。哎，他自我炮弹，干，我确定我先的。我看一直被吃爽欸，那是个防空，我刚以为他打那两发是他是没那种。还有罗兰卡，很高兴一直被吃炮弹爽欸。这版本更新的 bug，对啊，我看好像不止我，我那个社团有一堆人说被吃，我一直被吃啊，莫名其妙吃了好几。对面没有飞机，是飞弹，那是飞弹。啊，没飞机鸟要瞄我们的，是啊 ，Hello。